这段影片要介绍的是由记忆体大厂 SanDisk 为 iOS 装置推出的随身碟，或是你要叫它大拇哥、金手指或 OTG 都可以。它能备份 iPhone、iPad 上的照片、影片和通讯录，然后以 USB 接头的方式高速在 iPhone 和电脑之间传输档案。SanDisk 这款随身碟外壳采用铝合金材质，有 16G、32G、64G、128G 四种容量选择，而且内建小容量的锂电池，和 iPhone 连接时不需要 iOS 装置来供电就能使用。使用上非常简单，只要先在 iPhone 上安装 SanDisk 的 APP， 然后拉出随身碟上的 Lightning 接头，插上 iPhone 就能使用。点击允许，就能开启随身碟。如果你想要将 iPhone 上的照片、影片备份到随身碟上的话，只要点击加，就能从你的相机胶卷或是相簿里选择照片或影片，点击，然后选择要储存的目录，复制至此，这样就能将 iPhone 上的影片备份到随身碟上了。你可以像在电脑上一样，在 iPhone 上管理随身碟上的档案，只要点左下角的设置，你可以选择网格或列表的呈现方式。网格、列表、列表清单，看你习惯哪种方式，也能选择档案分类是上升还是下降，或是按照字母、日期或档案类型来排列。只要向下滑动，就会出现搜寻列，让你输入关键字来搜寻档案。另外，已经储存到随身碟上的资料，你可以向左滑动来删除，或是重新命名、分享都可以。这都是 iOS 8的内建功能，想要删除也可以。如果你想要设定随身碟插上 iPhone 后自动帮你备份相机胶卷里的照片和影片的话，只要点左上角的选单，点击相机同步，你就能选择自动同步，然后或是同步后自动删除 iPhone 上的原始档来释放空间都可以。也可以备份 iPhone 上的通讯录联络人，传输联络人就能备份或是回复 iPhone 上的通讯录，或是你要帮档案加密也可以，在设定里选择安全性，就能为档案加入密码，或是使用 Touch ID 来解密都可以。SanDisk 这款随身碟除了可以用来备份 iPhone、iPad 上的照片、影片和通讯录外，你也可以将电脑中的影片、Word、TXT 文件直接储存在随身碟里，然后插上 iPhone 直接播放。如果是影片的话，像是常见的 MPEG-4、AVI、TS 都不需要转档，就可以直接在 iPhone 上播放。也不需要网路。刚画质 TS 影片也可以。
影片外，你也可以在 iPhone 上直接开启随身碟上的文件，比如像 Word、TXT 或 PDF， 都可以直接阅读。但是目前 PDF 有档案大小限制，太大的档案会开不出来。如果想和朋友分享档案，但刚好其中一方没有网路，或是档案太大的话，也可以用这款随身碟在两台 iOS 装置之间传输档案。只要将随身碟插入另外一台 iOS 装置，也要安装 SanDisk 的 APP， 插入，点击允许，你就能将随身碟上的照片、影片或档案储存到 iPhone 里，或是相机胶卷。SanDisk 这款随身碟可用来高速传输档案，或是备份 iPhone 上的照片、影片和通讯录。另外，也能在 iPhone 上直接播放随身碟里的影片，不需要转档，或是观看 Word、PDF 等文件。如果你是购买小容量 iPhone 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。